你好，我是郭靖，欢迎收看今日新的八月二十公视台记台一波新闻。咱先来关心中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民众若是咧做风险性较悬的头路，各有已经发烧感冒的症头，拢会当去医师判断感冒染病毒。桃园一个台西老母，四年的男性再去离信法官判决伊无罪。美国国务院宣布已经正式行文通知香港过去脱逃还是判刑的犯人互相引渡这条协议，但拢总要冻结。我拢不用咱先来关心，2018年桃园一个姓梁的男性杀死老母，佮将老母的头壳斩落来，对12楼悬跌落去楼骹。医生的时，法院认定讲伊是食毒引起精神障碍，判决无期徒。再去二审，法官认定讲当事人杀人的时是食毒食到无理解代志的能力，就此改判伊无罪。判决的结果，本院是撤销原审有罪的判决。改预知被告梁崇明无罪。那本院改预知被告梁崇明先生无罪，最主要的原因是在于这个精神方面的问题。这个问题呢，也涉及到刑事责任。成立了罪责这个部分。这则案件是发生在2018年十月，大桃园姓梁的男性在厝内和老母起冲突，杀老母30几刀。经过鉴定，这个当事人因为食安非他命中毒，有精神障碍，亲人也出面替伊求情，一审是判无期徒。经过上诉，再去高等法院改判伊无罪，接赴桃园市卫生局，即时甲当事人接去，规条案还佫会当上诉者。法务部蔡清祥部长当下回应讲，这款判决会予青少年真无好的示范，惊讲青少年的误会，只要把家己母甲变作无行为的能力，就会当免除刑责去伤害人。咱当下来关心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讲，即时开始送餐人员，也是讲专门咧接待对国外转来过期的旅馆，这款旅馆的业者。当那头路的风险性有较悬，人个已经伫咧发烧、流鼻、咳嗽，拢会当去予医生判断讲感到爱染病毒。感染症的医师嘛烦恼讲，出境去外国验出带病的人呐渐渐多，咱的政府都要真斟酌。因应境外移入较紧的个案增加，指挥中心宣布，搁一届扩大采检的对象，为即马开始，若是外送员、餐厅、百货公司的人员，或者是防疫旅馆业者等等，较会接触到为外国转来台湾的人，这种较高风险的职业，只要出现发烧或者是呼吸道的症状，也是不明原因的走访，拢会当予医师采检甲评估。台湾感染症医学会理事长黄立民认为讲，这只是第一步。较重要的是，第一线的医师甲诊所应该拢爱有快速筛检的工具。如果有这个工具的话呢，整个检验量就会大量的提升，这样就会，如果真的有个案就抓得到啊。你光是筛检某些特定的族群，这个只是第一步了啊。下一步要让病人到医院的时候很容易被检查是不是新冠。观察其他的国家，黄立民指出。为台湾出国的民众，若伫咧别个国家开始被怀疑已经有去划到的，都是一个警讯。若是找无感染源的本土确诊病例愈来愈多，代表社区内底病毒传播的速度是渐渐愈来愈紧。后一个阶段就是发生疫情的流行。去调查呢，也找不到说他旁边的人到底谁传染给他的哈。这个就代表这个社区呢，从这个境外移入慢慢转变到境内开始有个案，而且如果境内的个案慢慢在增加。而且找不到来源的话，这个在别的国家就是要进入流行的前兆了。说落来，秋冬是流感较会发生的季节，不过发烧甲嗽的症状，拢甲武汉肺炎真相同。不过，幼年六岁以下的囡仔甲青壮年注流感疫苗的人数相对较少。黄立民鼓励民众今年爱会记得注，避免秋冬发生类似流感的症状的时阵，增加病院筛检的人数，造成医疗的负担。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讲，顶日啊，彰化县卫生局验出一个少年家有带武汉肺炎的病毒，指挥中心嘛只是警方单位爱去调查采检的过程，敢有照程序行？结果当个两个同款按美国转来的姊妹，讲在家来隔开迄阵，卫生局嘛有叫因爱去病院验，谁知讲煞无安排专车去载，这对姊妹啊讲，啊唔加再验无病毒，无家己敢会变作传染病的源头呢？
中华关卫生局八月严处理美国回来台湾居家检疫的少年人在武汉肺炎，中央启动政风单位调查，馆长王惠美也表示支持，不过同样为美国回来姓陈的姊妹也在居家检疫期间接受采检，所烦恼自己变成防疫康胖。原本以为是这样，现在才知道是只有彰化县这样子而已，一半是对的，一半是错的。他有问说有没有家人可以接，然后我说可是家人可能要上班没有办法，他就说那你会骑摩托可以自己去吗？这样，那如果真的确诊的话，那风险也是很大。姊妹阿公俩这是回来台湾，民众拢爱采检才会接受，不过过程真烦恼，为着其他的人增加风险。中华关卫生局长杨干平表示讲，过程拢是按中央的规定全程挂嘴安，嘛无坐大众运输工具。我们就是在地方速度快一点，把这些事情赶快做好，那中央会给我们协助跟。中央他也是没有很完全的一个这个法则下来嘛，我们都会彰化县政府绝对配合中央防疫中心，他们的规定怎么规定，我们就绝对怎么办的。中华关卫生局表示讲，照指挥中心的统计，居家检疫个案就以采检使用交通工具、亲友接送、个家己塞车是为主，而且占一半以上。精准采检的对象包括居家检疫者，有通报中央，而且冇建立档案。符合中央的机制，不过去病院过程跟我变作防疫康胖，中央和地方的看法是无同。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指挥中心只是政风单位去调查彰化县卫生局，敢有只有规定停事件即阵代。早起卫生福利部陈时中部长接受访问的时也讲，调查是要厘清事实的过程，甲停事敢有问题。因为疫情指挥中心开设落去，地方本来就爱照中央授权的范围去办，爱本身是早就穿好，要面对政人的批评甲议论。是我身上挂满的健保嘛，我记得我那时候就讲过这句话，现在只不过建设过来而已了。中央自从武汉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真侪政策引起民众不满，辛苦早都已经派真侪减备。卫福部长陈时中拜四日就早起接受公布节目专访的时阵表示，中华关卫生局过去半年以来，大主大意替无症状居家检疫者来采检，人数超过100人，停数可能有问题，所以才请政风单位来介入调查。如果把我们都让我们都不知道而做。那坦白讲，那在防疫上面是会有问题。但是中央指挥中心疫情中心开设以后，地方就应该照中央授权去做。政风调查范围，不是干那贪污娘娘，嘛包括行政伦理，主要是要查清楚事实，以及国刚以来调查报告的完成。觉得这个消息是有一些混乱，消息有一点混乱，所以我觉得应该让跟我们这没有直接关系的单位把事实理清得更清楚。那是登记在无症状回国的少年，去用业处用线卡进，传出所谓该吹工采检的。前两天有症状，去外界积极讲有讲白菜的可能性。针对这件代志，陈时中也表示，这就是指挥中心要调查的重点。如果没有把事实，能够让社会有信任的事实能够呈现的话，对我们在防疫或防疫时间全民的共识的，凝聚会有非常不好的这影响。陈时中强调，讲指挥中心的职责就是要掌握所有状况，来做后续防疫的重要参考。中华关卫生局若是要做学术研究，唔是袂当做。但是要事先通报中央，若是敢是要讨采检的相关经费。但是中央表示，要等待调查的结果出来，若是这些采检无经过医师诊断，都无符合 SOP， 会考虑要甲讨回来。记者综合报道。近来因为武汉肺炎的传染症，病院内底外国籍的看护人员未当阁引进，咱家己本国的看护费用实在也真硬。早起就有国内民间团体出来主张讲，政府爱换考虑由病院全面负责照护，由看护的费用拢总纳入健保给付。人员若统一由病院请来训练，患者和家属的经济压力才袂遮尔重。厝里若是有人破病住院，毋是爱有做工课的人请假来照顾，就是逐工上无爱开2000块以上来请看护。万不以破病的人是独居，是要安怎才好？再去真侪民间团体共同召开记者会，发起争取病院专职照护行动，呼吁政府合理调整保费，甲看护纳入去健保给付，由病院来招募培训，还佮管理照顾服务员，来应应台湾高龄社会的趋势。现在全国有70000张的病床，急性病床中，大概平均满床率是70%。
采三班制，也就是一班八小时，每位照护员年薪500,000元左右推估。好，那这样子大概每一年调高的保费在188亿元左右，换算成民众的这个付出保费大概就是每天2块多的这样的一个数字。民间团体表示，目前大医家己请看护有患者照顾品质的问题，厝内的人负担真重，病医感染管控的风险变高，啊，佮有照护员人力效能无好等等四大规矩。而且根据健保署2017年的统计，今年台湾人大医要到340万人次，平均大概住9.55天。一年的看护费市场费用都有600多亿，这个费用是病院医疗小单顶管找无的，对家属来讲嘛是上沉重的负担。没有这个全责照护的这个措施呢，家属或者是老人，他们就要花费一天可能24小时会高达2200到2400左右的一个高昂的看护的费用。那其实对于很多的长者而言呢，就会产生了经济安全的一个疑虑。民间团体认为，讲政府若是会当发展病院专职照护，唔乃当降低老大人个别经济负担，而且买当好老大人伫咧病院当中有一个较纠结照护，透过专职照护专业买当降低经济老大人，因为家属也是外界看护伫咧照顾的部分较无注意的所在，转造成各级介入院的状况发生。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政治的消息，当有报纸发表消息讲，立法院前任的王金平院长会落去接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啊，不过王金平本身和总统府这边拢讲，那这是无影。上届新的消息是海峡交流基金会现任副董事长柯胜雄会成代理董事长的职务，到甲8月28日党干事会迄日了必就会当通过新董事长和秘书长的人事案。海基会前董事长李大为8月7日转任总统府秘书长了后，这个会就一直到今。北面媒体报道，前立法院长王金平会接任董事长这个讲法引起大家的关心。不过，王金平受访的时阵表示讲，这是无影无迹，根本无这件代志。总统府嘛不会回讲，海基会董事长的人选目前是由总统建议当中。虽然双方拢否认，不过王金平伫咧2016年就传出有可能会接管海基会。很早以前有了，说再看看两岸的情势的发展。那您现在的考虑呢？我现在还没有正式谈这个问题，所以有没有什么所谓考虑？王金平虽然在南洋跟立洋的关系未歹，虽然2016年有拒绝，不过蔡总统考虑海基会当处长的人选要有够分量，因为安尼才会搁一届锁定王金平。面对这款的人事，立洋是认为讲真适当，不过南洋认为蔡总统这款的做法是咧分裂在野党。你不要把那个蓝绿和解挂在嘴边，那实际上做的是在裂解在野党的策略嘛？是不是？啊，我再用你在野党的人。另外，海基会秘书长也传出由总统府办公室主任，也是蔡英文国校的同学詹志宏来接任。20上新的消息是，金人保集团董事长甲现任海基会副董事长柯胜雄会代理海基会董事长。柯胜雄也证实这项消息，也讲家己会主持28的干董事会议，到时希望会通过新任的海基会董事长甲秘书长的人事。记者综合报道。来讲过去，捌做过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副研究员的吴培荣小姐，在 Facebook 发表文章，讲嘉义市黄敏惠市长的学历是国立嘉义大学器官硕士，啊，不过煞无硕士论文，黄市长敢若有交技术报告。啊，嘉义大学这边是说明讲，这是教育部许可的办法。黄敏惠市长本身也表示，人咧问，伊都有机会通说明，这也真好。促转会前研究员吴培荣伫面册发文讲，家己市长黄敏惠硕士毕业无论文，敢若有技术报告，敢是有问题？技术报告其实它的内容其实跟硕士论文几乎是相同的，只是它是偏向应用研究，或者是在实务的部分或有特殊的表现的部分，那其余的部分都跟硕士论文一样。嘉义大学表示讲，在2001年，嘉义大学是予教育部核准硕士论文含技术报告做伙，硕士在职专班学校。虽然学校图书馆无市长的技术报告，不过伫管理研究所内底就通找到。技术报告有它的学术价值，是很务实的，我们不应该就一味的去否定它，所以有特定人士是用特殊的眼光来否定，我觉得这是很可惜的。市长指出，经过这件代志，也甲吴辉讲好清楚，对于家己本身个嘉义大学，嘛是一件好代志。嘉义大学嘛表示讲，为着避免未来学生伫硕士论文有抄袭的状况，已经开始对申请考试论文做比对，维护高等教育的环境和品质。记者综合报道。
来讲，因为中国演习、美国警戒、种种的情势变化，本地国民党的当局顶立委有安排，今仔日要含立法院一挂同仁去东沙岛宣誓主权，还佮慰问官兵。但国防部却表示讲，单位员因前几工才来申请，考虑舰备的安全，实在无法度引准通过。总是当局顶委员也批评讲，莫非这是用行政手段来改动呢？秀出要送予前线官兵的平安符甲月饼，国民党立委陈局长原本安排二十带领立委前往东沙岛宣誓主权甲慰劳官兵，也毋过却遭到国防部以审查作业未符、地事考察无法度去，惹来南洋的不满，表示愿意配合签保密协定提供身份证，即马却变调批评是行政恶意阻止。他们三月份那时候是107年三月份有跟这个沟通嘛，五月份成型嘛。我们也是五月份，今年沟通八月份才成型哦，这沟通都有。他的公文也是5月18号发，5月24号成，是前六天。面对南亚局势，国防部回应因为当前区域情势复杂，考虑到战备安全等因素，应该审慎地完成专案评估。受理领导的时间，离考察只有两天的作业时间，无法度完成相关的查核。不过南亚不满，指控民进党立委王定武过去也是用因应南海情势紧张为由，同款伫六天前提出申请，至于国防部有两套标准，甚至提出王定武两年前去东沙岛考察，为回人机顶翕岛上的样貌，即期泄露国家机密。这一次的109年是单纯的委员成型，完全没有任何助理。拍海洋的相片，那是哪一点机密啊？请他把机密定义弄清楚。轮值招委下礼拜轮到我，我在这个礼拜四或五会把下个礼拜的议程跟开会通知发出去，但不代表那个行程是那六天就瞧好的。王定武强调，两年前考察东沙岛，早在两个月前就提出申请，并且交予国防部评估，敢是可行？也只限国防委员会委员本人参加，参会的人包括南非卢玉玲，跨过各党派，伊反过来批评陈局长，这摆考察团全拢是国民党成员，跨过几下个委员会，两方面是真无共，不条只有立会党拿袂用的讲法。记者综合报道。来讲，早起民进党立法院的党团针对下一会期，就要开始修改宪法的工作，举办公听会。现场的专家讲到，废除考试院和监察院职务，普遍拢有支持。啊，捌做过考试院下底参事部处长的蔡秀官女士也讲，这是民主转型重要的一卡步。当然，日后考试院的职务怎样保持独立性，大家也拢真关心。立法院后一个会议将启动修宪委员会，其中会考监两院真受到关注。二十三起，民进党党团举行第一场宪改公听会，检讨考试院功能。会考监也关系宪政体制，将为即卖五权分立转向三权分立。前专事部处长蔡秀官认为，这是台湾民主转型重要的目标。我会把它定位，其实不只是宪改，它其实是民主转型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人事权回归行政权，好，基本上呢，它才能够去符合民主国家责任政治的精神。会考监两院调研立委有初步的共识，严格目前只有民进党立委陈廷辉加高苏瑶提出两个版本，农主张将考试权回归到行政权，并在行政院下管理国考、弹劾、复述。监察权编入立法院，由立法院执掌调查、弹劾、纠纪、纠正。学者大部分拢认同考试院甲行政院人事总处即款相差，非考试院伫学界无争议，也毋过重点伫要安怎确保考试权独立运作。思考看看能不能类似日本人事院的一个做法。日本人事院是在一个内阁底下。然后呢，所以说他在考训用方面，他可以完全照顾到行政部门的一个需要。行政首长可能就用私人啦、啊，或者这个考试办的不公平啦、啊。如果我们今天把他从考试院拉回这个行政体系来，那行政体系这边当然要给他一个独立性。国民党团有计在九月新会期开始了后提修宪案，民众党立委张吉乐表示，民众党也当日建议，并且强调考试权回归行政体系，也是要确保独立性。记者综合报道。
关心国际上要紧的消息，香港版国家安全法实施了后，苹果日报的创办人雷蒂英爱为这条法律落网。但今仔日美国的川普总统特别开声，俄罗讲雷先生是勇敢的人，伊要诚意甲祝福。啊，美国国务院也宣布已经行文通知香港，过去脱逃还是判刑的犯人互相引渡这条协议，美国这边拢总要动点了。多被以违反国安法逮捕获释的艺团媒创办人雷蒂英，二十因为一场2017年恐吓记者案个出庭。这是雷蒂英伫顶日获释了后头一摆出现伫公开场合。美国总统川普捌评论雷蒂英被掠是一件可怕代志。川普则告国俄罗雷蒂英是勇敢的人。I hear he's a wonderful gentleman. He's certainly a brave man. And I send him best wishes.公告香港的情况，川普表示，香港的自由显然已经被剥夺，所以收回给香港的经济鼓励措施。We essentially subsidized Hong Kong by giving them all sorts of incentives, and that's what made Hong Kong the exchange and business in Hong Kong successful. I've taken it all back. 雷蒂英在推特上感谢川普，强调香港无自由就无法度成功，香港已经不再是不时的国际金融中心，让人艰苦。雷蒂英也讲到，香港立法会延任一年，希望官兵派去元老金，成为最后拯救香港的力量。They should be there. I don't think they can stop every bad deal or every bad bill, but at least they can stop some of them.美国国务院宣布，19日已经正式通知港府终止甲香港的三项协议，包括多款以上被判刑庭以上，甲国际专家英文收入耗费免税待遇等。目前，包括英国、德国、法国、海外国家，拢已经终止甲香港的引渡协定。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8月19日，美国股市 Apple 苹果公司的股价大起，当时价已经超过$2，啊，就是代表59条外。专家分析讲，传染症造成社会封锁，大众对科技就愈瓦靠，苹果产品的市场也愈好。啊 ，Apple 公司所提供网络音乐节目收听的人数阁大大增加，伊也新推出两项电台节目，世界160多国拢听得到。苹果公司19日股价盘中上悬起1.4%，来到468.65美金，一届就超过$2的市值，所应对的467.77美金的股价关口，收盘起0.1%，以462.83美金收盘。苹果嘛，成做全美国第一间市值超过$2的美国上市公司，伊伫2018年成做第一间市值超过$1的科技投人公司，即嘛达到$2的里程碑，敢若用2年的时间。分析指出，过去半年因应全球疫情的冲击，提出的封锁令，让居家办公的人更加依赖使用科技产品。苹果产品轻的、快的、平板电脑，加上新的应用程式、App 服务等等，在同款因为防疫封锁令，致使类似需求增加的其他大型科技公司当中，苹果是得到大家的信任，表现了真好。根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报道，在新冠病毒疫情的危机之下，苹果果不利将自己的小卖店收起来，还有因为政治的压力之下，跟中国的关系是哪来哪敏感，不过都有一个一个克服，要是今年的估计是起超过50%。另外，苹果的产品服务是有在进化，而且在这波疫情的考验当中，让投资人也更有信心。库克接任执行长以来，扩大苹果在中国的卡业。App 甲串流音乐贡献稳定的成长，原本靠 iPhone 的程度有咧减少。苹果十八推出串流音乐的服务 Apple Music， 两个全新全球直播的电台，对165个国家或者是地区的乐迷来放送，也佮替无同类型的艺人提供平台，互因会当甲乐迷开讲、讲创作，也佮发表因的作品。It's nice to have my own show where I get to pick my songs, creating these experiences for people that are on the go, at the house, out and about. So they're gonna have a good time with it.苹果表示 ，Apple Music 为2015年推出以来，听众大幅度成长，未来还阁会投资现场广播。记者综合报道。咱阁来讲非洲西部的马里共和国发生军事政变，联合国和欧洲联盟拢开声望讲，马里的政府都要赶紧倒转去照宪法的制度行。啊，非洲联盟这边嘛宣布要甲因会员国的资格暂停起来。啊，阁有美国、德国、法国等等，啊，拢讲反对用军事的手段反乱夺政权。
社会国家马里在被发生政变，总统凯塔跟总理西斯去被叛乱的兵啊抓起来，国际社会拢做伙谴责。联合国甲欧盟十九分别出声，呼吁军方随开放马里的宪政特殊，还佫有法治。啊，若是非洲联盟是决定停止马里的会员国资格。Secretary General strongly condemned the military mutiny, which culminated in the arrest of President Keita and members of his government.The Secretary General calls for an immediate restoration of constitutional order and rule of law in Mali. Nous considérons que la stabilité de la région et du Mali et la lutte contre le terrorisme doivent demeurer des priorités absolues. Nous appelons à la libération immédiate des prisonniers.Et au retour à l'état de droit.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德国总理梅克尔马东表态谴责。法国总理马克宏是甲非洲真侪领袖来进行紧急商议，而且要求随甲宏抓起来政治领袖放出来。中国外交部马蒂十九表示，反对马里以武力方式来推翻政权。中方高度关注马里局势，反对通过武力等非正常手段搞权力更迭。我们呼吁马里有关各方。从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分歧，尽快恢复正常秩序。马利总统凯塔红利亚时阵是去用用枪压掉的，十九宣布辞职，而且改善政府甲国会，甲国际社会谴责比起来，马利的民众算是真欢喜，气氛就那就是伫过嘉年华同款。叛军掌权了的过程中，马后有民众赶紧回去做工作。BBC 引述报告指出，叛军的推萨戈伊特上校来做军政府的新领袖，成立全国人民救赎委员会，而且强调讲这个委员会无政治野心，目标是要协助快速转移政权。记者综合报道。下晡上最新的消息来讲，美国职业篮球 NBA 出名的球员，就是父母拢对台湾移民过去美国的林书豪，七月底已经摕到咱的护照，正式变作台湾的国民。此去林书豪敢有机会参加台湾国家的代表队去国际比赛咧？社会各界嘛拢真热情，伫咧关心。足欢迎咱哦，台湾居住的，是非常欢迎。瑞金部长齐国勇笑甲真欢喜，希望林书豪回来台湾会当带动国人运动的风气。在美国出生的林书豪有美国公民的身份，因过去的父母拢是自台湾移民美国，也无放弃台湾籍。所以林书豪的老爸林建平坐台北市员张小平到三江，在这个地方和林书豪顺利摕到中华民国护照。那入籍中华民国一直是书豪的心愿，因为爸妈都是台湾人嘛。因为我跟我太太，我们都是台湾出生的，本来就有中华民国护照。那去了美国之后，有三个小孩，我们一直都想帮他们申请中华民国护照。八月二三就要满三十二岁，林书豪是 NBA 史上第一位台湾选手，即马有台湾的护照，未来就机会就由规划田书代表中华队参加国际赛。因故林书豪去年去拍中国男篮职业队 CBA， 代表北京首钢以外援球员的身份出战。今年签一遍，因故那是以港澳台内援球员的身份选择较侪。那书豪他最近才完成那个 CBA 的 season 啊，他回到美国，他已经讲了，就是说他这一切都会交给经纪人，他想要回去休息，让他恢复他的身体的状况。以后呢，有没有机会回来，完全是看小孩子的意愿，或者是有没有这个机会啊。林建平讲，对国内哪项或者是台湾对国际法规拢无啥清楚，一段时间了解。林书豪捌公开讲，伫 CBA 拍球时的梦想，最必然是毋是可能替中华队拍国际赛，也是后一个赛季继续拍 CBA， 大家拢正注意。记者综合报道。来讲，顶日啊，一只对上海出发往台湾来的中国货船，昨日休点高雄港的时，探尾阿妈踮码头先退几包的太空包，落去别只世代船顶悬，结果去予海关人员抓出在装。原来太空包内底就是市价超过四十万、四千包的免税品。当大世代船两边牵涉有犯案的人员，也拢将移送法办了。船员的八箱免税品在高雄港码头摆开，算看卖啊，拢总有四千包。因为量大，虽然船员讲是家己要用的，高雄的客栈官员依然感觉无单纯。进行跟踪一段时间了后，果然发现下买这么侪粉，其实是要提起准备赚差价。他们一般都会申请这个所谓船员的日用品。那在这个自由范围，他可以申请代用，有些他就是用累积的一个方式，伺机。就会做这样的一个什么一个所谓丢包的动作。
这些那些中国货轮在被暗六点为上海出发，停靠在高雄港68号码头，等到被小太空报告四架肇事专家准定。就是人拢唔知影，不过早已经被查缉官发现，当场将胡椒运送 A 中专家、专家准船长两个人抓起来。个别就是2500包跟1500包左右。这一批来说的话，除了我们压制它的气焰以外，另外一个就是说，整个这个换算下来的话，大概它的货运将近大概在40万。高雄官表示，除了查分，也将船长、船员以违反海关缉私条例加混酒管理法函上。同时间，高雄县无同所的客车员也接到通报，有一卡47的进口冷冻回归，虽然申请为新鲜菜头，也不过真可疑，随前往查缉，结果阁发现挖1000箱的免税粉，市价估计大约新台币2500万，同款将业者以违反海关缉私条例、甲混酒管理法规定以上。记者综合报道。2016年2月7日，台南市地震造成一栋维冠金融大楼倒落去。每手有128个受灾户，同齐甲起这栋大楼的建商林明辉一家人提出损害赔偿的诉讼。早起台南地院法院一审判决讲，赔偿的金额拢总4亿5000几万，啊，这条案是还阁会当上诉。128名原告就此向判决的金额合计为3亿5000余万元。第五项的主文是就惩罚性赔偿金的部分为请求。本院判准128名原告此项的金额合计为1亿余元及法定利息，其余之诉驳回。台南维冠金融大楼倒引起六站要求民事赔偿的诉讼，今年正月台南地院法院已经有判决一条7亿，甲一条7500万。啊，建商林明辉啊，因为业务过失致死，目前落狱当中。这边的判决是128受灾户含家属所要求侵权损害赔偿。台南地院法院一审的判决金额计共是4亿5000几万，其中阁有1亿外是定发性的赔偿金。再来讲，中原要搞台地多样，目前猪肉价少断好，尤其今年因为武汉肺炎的传染症，自5日坐迄站，猪价就开始拢无落着。啊，近来天气阁热，猪也食较袂落，市民平均测一只猪的重量，上无拢减有5公斤去。一来二去，分林肉品市场当时估计讲，中原这站时间1公斤的猪价格，应当是会伫80块只。每年五日节过后，某地的价钱拢会落价，但今年受到疫情影响。进口猪肉量相对减少，也导致今年的猪肉价格持续稳定，维持在每公斤76块左右。但剩无半个月就是中元节，也是猪肉需求上大的节庆，猪肉想买的量提悬，买气阁增加。现在要接近这个中原普渡，买气有较好一寡呢，需求增加差不多半成至一成安尼。啊，猪价大约也伫这个78-9块只安尼。牛林肉品市场表示。目前市场每天拍卖猪只数量大约2000只，但因为天气热，影响猪食袂落，后评估每只猪128公斤，至少减少5公斤以上，也影响到整体的供给量。如果今年中元节猪价会小快来起价，供给的投诉是相当稳定，但是重量因为现在夏天，猪只它的重量增重会比较减少。所以整体的供给是需求是，整体的供给量是往下走的。那价格，我们这个普渡的季节哈，我们的价格应该会往上走，差不多平均价格会来到每公斤80块左右。麦片市场表示，目前供应量够到市场需求，虽然现在关价少，但价少维持在80块左右，未过来起价，啊无消费者可能会买其他的肉类来代替，而且随着进入秋天后。猪价若是重量提升，猪价就会慢慢更加来平稳。吉祥有你报道。啊，旧历7月时，新竹城隍庙嘛，拢会举办夜祭消灾解厄活动。今年有2000几人去参加，众人排列规定西市区行。啊，庙方嘛要求讲，民众若要来参加夜祭，规站过程嘴烟拢着爱挂好条鼓吹声一响，2600个为全台湾来的信徒，分书顶排纸做的家，参加一年一届的夜家活动。今年因为受到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虽然外口天气是真烧热，不过民众为着防疫，也是有专程挂嘴烟。主要就是
祈求城隍就帮忙消灾解厄这样。对对对对对。会不会觉得戴口罩这样很对？防疫阶段我觉得戴口罩还是应该该做的啊，再热也是要戴。对。稍微啊，讲话会不清楚，但是我觉得为了防疫，大家还是把安全顾好。庙方表示，压祭是信众为着消灾解厄的一种传统仪式，透过压祭甲烫祭，象征解除过去一年的罪过，祈求每年会当顺利。现在改成纸的啦，哦，那纸做的这个家纸家哦。台语叫牙给，牙就是扛着的意思，给就是枷锁的枷，所以呢是挂上去你就不能脱下来，因为城隍爷还没有赦免你的罪啊。当阴阳之功落座以后，大家就开始来念书文脱枷，把你的枷脱掉，代表你的罪恶被赦免了。正因为较大，业界仪式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当年拢会伫咧旧历7月份举行，参加的人数是一年比一年要搁较侪，会当讲是新竹地区当年拢会办的大代志。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讲交通部观光局，目前已经有先调度观光发展基金，开放予旅游业来申请消头困难纾困的补贴。啊，这条项目会当用去补助公司人员的薪水。观光局这边嘛正式讲，早前要和外国研究病病较无病症的国家互相开放旅游。现在讲传染症是再三变化，这层计划煞又搁断层去了。今年上半年，全台湾宣布解散的旅行社已经有26间，超过去年全年解散的数量。就算国内旅游的人潮增加，但是大部分拢是自由行，就算讲是对团，也占旅行社业务无到一成的部分。观光局嘛证实，这几个月以来，真积极伫甲低风险的疫情国家来参详旅游的计划，啊，毋过真侪国家疫情汹汹阁压起来，地数计划停止。一直在联系啊，比如我们跟台越，我们跟台韩之间。台日之间，日本在疫情方面呢，还是属于风险的国家之一的，所以没有办法谈到很细。去年全年来台湾的旅客有1184万人次，今年可能减1000万，边境也是无开放，观光旅行社是被砍制。就算国观光局先拨经费，让业者申请纾困3.0，顶礼拜开始开放申请，业者虽然肯定观光局的政策，啊，不过嘛坦白讲，即马就算是靠纾困嘛真困难。从今年2月到现在已经大概就已经有负担6个月了，如果要再撑6个月，很多旅行社是没有那样的一个财力嘛。要挖近9月初发薪水的日子，业者估计下礼拜开始就少连少旅行社搁倒去，伫咧边境还未解封之前，这款的连锁效应可能将来继续落去。记者综合报道。同款来讲交通问题，高雄市道德区第一线沿路早前因为土地要拓宽，对1994年开始就有咧征收四边的土地，啊，不过工程敢要做地方煞一直拢无定案，厝体予人征收有着一挂住户，到今是已经搬刷3摆啊。正人当嘛要求交通部公路总局，到底第一线要拓宽还是无，都要做一摆决定好。好赞成啊，够反对第一线拓宽的民众，伫咧公路总局办的拓宽评估说明会顶管发生冲突，原因是因为高雄市绿地区第一线拓宽工程已经延几啊冬。因说居民20多年以来，厝内是去互拆3摆，若是讲拓宽工程确定要执行，即个人在面对第4摆的拆迁。删除了，这处都拆4处了，真的很可怜了，啊。我们台一线都有4500户的居民没有。这个菜要剩下我的家，我家只有1米而已。公路总局第三永和工程处伫咧20个水面会顶管水面几下个方案，其中包括外宽道路、高雄捷运落地延伸线个轨道，去伫咧第一线个路段顶顶。有居民认为讲拓宽第一线只会当带动地方个欢迎，啊，毋过嘛有居民质疑，第一线个车流量根本就无遐大，对因来讲根本就无拓宽个必要。因为政府片面在先。啊，他没有去履行这个土地道路保存现况的情况，这样已经拆迁的已经3次了，那再搞下去有4次，第4次的话有300多户无家可归。公路总局出席的人员表示，今仔日的说明会是要来听居民的意见，未做有结论，嘛不一定拓宽。
啊，不过地方发展甲人民的基大款互相冲突，佮加上工程是延几啊冬，当地民代嘛要求公路总局应该赶紧做出决议，唔通让居民一直等，造成居民的困扰。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文化这方面的消息。2018年，花莲县基米部落阿美族的原住民，有将祖先传落来永续舞这款部落的舞蹈，去甲原住民委员会申请做传统智慧创作的保护。啊，不过买手外界还是有真侪单位，甚至连原住民委员会本身都拢无经过因同意，就公开演出这款永续舞，这让基米部落的族人感觉真无奈。这是花莲玉里镇联合风铃节时阵开场表演中的阿美族基米部落永续舞。这个舞蹈早在2018年就向观民会提出原住民传统智慧创作保护，也不过玉里镇公所却无征询过基米部落因反弹，经过一年协商，玉里镇长特别前往道歉。我们擅自取用呢，深感抱歉。哦，其实今天严格来讲就是抱歉之旅，也经由刚刚奇美部落的头目以及前头目的同意，同意授权给我们镇公所这一首的使用权。基米部落强调，永续舞过去定被外界创作使用，甚至被提起做回比赛，也是商业用途，所以才会在2018年向观民会提出原住民传统智慧创作保护，希望外界尊重部落的原创权。那这对部落来讲呢，是一种尊重，也是对部落的一个文化的尊重。那也可以让其他的部落看得到你自己祖先所创作的、流传下来的那个这种歌舞或者这种传统文化，是应该要受到保护的。也不过，让部落族人感觉无奈的是，就算永续舞已经通过申请保护，却也是陆续予无同的单位提起用。就连观民会在2018年南岛论坛开幕式，无经过许可登演，双方协商到今无法度得到共识，甚至今日法律程序，团体条例到底敢会当保护部落文化，真受外界关注。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讲八月初七，咱有曝光台东林区管理处有把一只乌熊仔母放回去大自然，啊，也有把它倒追踪器要观察它的行踪，结果上礼拜追踪器的信号线一直都没有叮当，林区管理处的人员上山去敲催，才知道追踪器已经放下来了，但只有是运用红外线的摄影机继续追踪这只乌熊仔母的行踪。十三台东林管处的工作人员前往中央山脉海拔1800公尺的山区来敲锤，这个月初七也放登去森林的金边熊母的脚印，结果刚才在一位增加山脚的树根，发现野放的时阵挂伫咧熊母阿妈棍的卫星发射器。好，看到了。工作人员翻到熊母的状况，扩大敲锤了后，无发现讲有哪处熊母尸体物件，判断讲熊母可能跟咱是无信用，讲阿妈棍有挂这个卫星发射器，专来解救落来。台东林管处嘛认为讲这是一个好现象，代表熊母伫咧四月份去有罕见伤害的前卡已经完全恢复功能。那这个颈圈是完整无缺的，如果它能够用伤愈的前肢把颈圈整个拉掉的话，表示说，表示它恢复的状况应该也不错。台东林管处表示，这只熊猫已经是大只的，未有野外适应不好的问题，而且熊猫的身躯够顶起漂，会利用山区头的红外线摄影机继续来追踪。另外，台东林管处阁发现，五月份野放的公园熊猫囝，目前身躯头的卫星发射器有继续传回来，一直在海拔1000公尺到1800公尺的关山区来活动的行踪，嘛显示公园熊猫囝的活力真好。记者综合报道。咱话来讲，新北市淡江大桥近只公园2024年就完工。但侯友宜市长表示讲，未来淡江大桥会含澳洲的雪梨大桥同款，新竹的过年夜拢会放烟火。总是目前固定伫101大楼咧放烟火，台北市这边市府观光传播局的刘玉婷局长也表示讲，101大楼烟火相信是无人会当代替的。烟火配 LED 灯箱，甲台北的夜空照甲真光真水。台北101下年烟火已经是国际级真有名下年的景点。不过新北市计划2024年淡江大桥完工了后，嘛要放下年烟火。在淡江套的这么重要的指标，这些意向要让全世界看得到。过年过节实施各项的庆典活动，就像澳洲雪梨一样，也让全世界看得到。这是新北市的骄傲。过去上北京市长朱立伦甲傅良斌伫个圣诞节甲下年活动拢有办一场，那是未来新北伫个淡江大桥办下年烟火，两边活动的数量都会无同款。不过侯友宜强调讲，101下年烟火要是一直办落去。101烟火在我们台湾、全世界来说，
都是一个非常重要前庆典以及台湾的地标，这个其实我们都有感受到。他的每一年这个英国大秀也是会在世界各个地方的电视台啦，或者是大荧幕上展演，那也是这个世界上瞩目的这个指标性的跨年大秀之一。我想这样的一个地位跟这样一个节目精彩的程度的内容是没办法被取代的。针对未来可能会有淡江大桥下年的烟火，当地民众是感觉真乐观，不过也希望讲，唔通讲到规本机做无一汤匙，除了爱做甲互人娱乐，嘛爱好好啊规划交通。记者综合报道。现代人囝生少的问题，当然大大影响到资本人口都已经真少，遐个调往的乡村地区。你想讲嘉义县梅山的太和国校已经连续两冬，拢无一年的学生来入学了。难道做伙来了解山内到底这乡村所遭遇到的困境？任何都要扶哦，如果你是等待。有树荫，阁有微微啊风，伫只学泡茶，学生大家拢是红茶师傅。这是嘉义梅山太和国小的第一个特色课程，他们的在地文化啦，然后必须得上，因为他们就是了解父母亲，就是工作辛苦，制茶流程。上节堂。太和国小为爸爸洪灾当中开好，老师在意景点来打造精彩的课程。太和国小的老师真甘心，三冬以来申请四十多项的计划，争取到700多万的经费来增设软硬体设施。不过，却面对连续两冬拢无新的学生入学的困境。校长表示，偏乡并无欠资源，欠的是囡仔。阮家真正是去都市一礼拜，得爱两点钟，基础设施拢阁无够，所以讲阮阁安怎发展特色，安怎积极办学。生活条件不方便啊，距离远，你讲要吸引外地的囡仔来读，真正足大的困难。全台亲像太和国小同款，启用列作是一道偏远的小学，总共有109间。伫个囝生少和偏乡的人口流失的趋势之下，这学校大部分拢面对着无学生的问题。教育部对此吧作出回应。我们就有6个县市。12所的这个国小在偏远地区，他们是没有新生人数。偏远地区如果说单靠教育办得很好，就希望把这个地区兴盛起来，可能也没有办法单靠教育这一股的力量。那所以近期大家都在谈到这个地方创生了。地方创生需要资源的整合，嘉义梅山偏乡的4间学校联合成立第三水教育资源中心，这是第一个设置在偏乡的教育资源中心。要怎运用资源来发展学校的特色，是目前上重要的课题。希望囡仔对啊，我当然就希望的啦。要克服的条件是足庞杂的啦，嘿。但是我无放弃这间校，讲得安尼，好走入历史。伫咧偏乡服务已经13冬的姜老师，就以长期的观察，提出无同款的思考。其实偏乡的囡仔会愈来愈少，唔是教育的问题，是规个产业可能已经到这个坎站，伊需要转型啊。安尼，咱对后一代开始，透过教育，让因未来做社区才转型的。重要的人，安尼社区一旦啊转型成功，因都有留落来理由，有留落来本钱。偏向学校的问题，唔那是伫咧教育，是整体地方发展的大问题。老师引入各种公家私人的资源，都、就是希望会当改变偏向产业衰退、景气老康的命运，让偏向不再是偏向。记者尤怡静、林辉婷、林坤明家己报道。嘉义讲完，咱来讲南投。南投草屯平南社区为着要宣传在种的农产品，今特别和南开科技大学合作，开发出用天然的草木染色这款文化创意的商品，望要提高社区本身产业的价值。咱嘛做伙来看嘛。美丽泥布，也个手工地块，这拢是草屯滨南社区运用社区的食物开发出来的文化创意商品，而且嘛透过 DIY 课程，和民众会当体验动手做的乐趣。带着这些的观光客的时候呢，去采集深叶，采集完深叶之后，他们来做拓染的方式。这种拓染的方式的时候呢，也
给很多人去体验到一个生态环境的问题。观摩的一些的游客来哈，我们都希望透过社区产业的一个推动，能够有这样一个实体店面，马上就可以看到我们社区有很多的产业跟一些的产品能够推展出去。南投县鼓励社区以联合模式去人济景点办产业行销活动。第三年加入计划的滨南社区，嘛串联更加济社区，整合资源，建立共同特色，带动地方发展。因为我觉得是非常的难得的哈，它这个生活空间的扩大，还有呢，我们九九峰步道哈，还有的那个周遭，另外呢，我们平岭本身就是一个很宁静的一个大好的很好的环境，所以艺术村啊，那个艺术美术馆，他们都喜欢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大自然的条件非常的好。除了成立实体店面，各社区嘛积极培育在地人才，配合大型活动发展多元的销售通路。透过社区特色农产品，买当感受到台湾这片土地的丰富物产以及在地的人情味。记者综合报道。同款中部的消息来讲，台中市大甲高工两个身体机能有较不便的学生，无因为环境的束缚，就来看轻家己。其中一个姓庄的同学，伫咧全国身心障碍者机能竞赛内底，加两个装饰这个项目摕到头奖。啊，另外一个姓洪的同学，是伫西点制作做胖这门摕到铜牌，咱实在都爱真幸福。五花十色的鸡卵糕顶头，奶含粉红的玫瑰，有青叶甜头，色泽看起来加真显目。远远看，这粒鸡卵糕那亲像是一个优雅的艺术品。这全全是台中市大甲高工餐饮服务科学生钟欣怡伊的创作。蛋糕有用翻糖，然后还有杏仁糕，然后最困难的就是巧克力西工，因为它很容易融。钟欣怡虽然是身心障碍生，不过伊伫咧做鸡卵糕这方面真有研究。伊的拍拼，让伊伫咧第十六届全国身心障碍者技能竞赛内底，鸡卵糕装塔类得到国手的资格，明年就要代表台湾去墨西哥比赛。家都很好的胖胖出来，同款读大甲高工的学生洪敏婷，虽然是特殊教育学生，不过伊伫咧老师的带领之下，骨力练习，对压面粉、捏形体、搞研发口味，伊拢真足个研究。伊伫咧全国身心障碍者技能赛，伫咧面包类的制作项目，摕到铜牌。有核桃乳酪的欧包，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做的爱心红曲，心里就是想说要再拼一点，看能不能得到更好的成绩。其实训练是有方法的，方法找对了以后，等于是入了门，相对的就会简单许多。人讲戏白顶一工，戏白卡得爱三当。阿明顶和钟欣怡无受到身体限制，决心拍拼，未来要把这份好手艺分享给各国的人，创出家己的一片天。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宜兰县头城遮有民间家己举办囡仔兄囡仔姐台语主播的比赛。对实际采访来到新闻报上，拢训练有到，望通予遮幼囡仔体会新闻工作的内涵。还有其遮个古锥的少年主播讲着台湾话，一字一句，板头确实也是真有。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卓子成，今麦我伫桃城含笑食堂。今麦为恁介绍的是咱的摄影棚。你无看唔到，这就是这阵小主播专用的点影屏。除了报新闻，就连外景主持嘛可以袂到。十三行是清朝时代渔港附近的十三间厝联作会，所以予这个名。林水文对半年前开始办小主播的活动，也将影片放伫 FB 的专页顶面。除了让小朋友会当熟悉故乡，也希望报上上在地的头城新闻。你感觉讲咱头城吼，无家己在地遮的新闻通看，所以希望讲咱家己来试看卖，咱做咱家己的在地头城的新闻来试看。啊，一开始就是讲啊，我若是用我家己来报吼，安尼可能无啥物人要看，所以我就是讲，咱来找囡仔来报。啊！而且我家要求讲吼，一定要用台语来讲，因为我们希望讲会使来推广咱的台语的这个文化。虽然小朋友讲台语常常夹着嘴舌，但是负责监督发音的德信员工，最主要也是希望大家听有，而且看到的是真活泼的影片。我早是布袋戏的编剧，
所以呢，我有学过咱讲的文读音，甲咱讲的笔读音。啊，因为咱有当时啊，咱遮个囡仔伊报这个新闻来讲的时阵吼，伊包括伊讲的发音的这个方式，就是因为当时拢去加着注意，尽量吼，咱报出来的这个物件，咱希望伊是活泼的，啊，足古锥的，予大家看甲真欢喜安尼。虽然台语小组部即马才拄开始，但是报上以来，真侪家长甲乡亲拢真肯定，伊嘛毋忘未来会当愈行愈稳，除了将台语的风气带动起来，嘛要将头城上有人情味的故事推展出去。记者杨淑晴、张若水、依然采访报道。下半波天气变化甚快，咱来看各地头详细资料。嘉南、台北、新北、桃竹苗，30度甲36度。台中、彰化、云林、南投、嘉义，29度甲34度。台南、高雄、屏東30度甲35度，宜蘭、花蓮、台東30度甲34度，金馬、澎湖29度甲35度。感謝你收看下晡新聞，明仔下晡3点咱再會，多謝。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毕书。虽然上班的时阵我拢穿黑的甲白较济，不过我较介意遐灰巴厘领的啦。今仔日咱的主题就是色字，色字汉字写作色字，罗马字写作斯亦色多伊字，色第四条，字第七条。台语咧讲色字有两款故事方式，一款是伊本身是色字的名，像红的、黄的、青、黄的、土的，这款故事方式袂伫色字的名后边加色迄字，像红的袂讲红色。一款是摕物件的色字来做色字的名，亲像橄榄色。叫啊色、咖啡色、土色、鸟鼠色，拢会伫后壁加一日色，互人知影是咧讲色字。台语的语词内底有袂少拢甲色字有关系，像手骨弄甲乌青、好食的红菇粿，咧讲人生做坏恶、恐怖的青面獠牙等等。那是动物、食物的名，有色字的搁较侪。动物像白灵犀、乌面喇叭、青猪仔；食物有黄豆、红柿、白木耳等等。俗语讲“红水乌大斑”，是咧形容人对色字的感受，感觉红的较水，乌的较大斑。较高贵，即句俗语有当时啊，嘛会当用伫俄罗人的清茶，好看有气质。阁有一句俗语讲：白白布，你甲乌，本来是白布，硬互人捏做乌的。即条亲像即阵伫网络足侪假的消息，互人一直传，传到尾啊，那像真个共款，是一款雕工甲人伤害。害人防冤枉的行为，溜色字
红的、甘麻色、黄的、青的、空的、橘啊色、红水乌大斑、白白布、泥甲乌。落尾，我要讲一个秘菜，予大家要看卖。红关公、白老鼻、乌张飞、走气味，予你要一款果子，是啥物？就是有红的壳、白肉、乌的籽、的奶汁啦。好啦，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收看，咱后摆再会。